其实我可以叫代驾的。这边的代驾不好叫，我明天再找人给您把车送过去。哎，不要麻烦了，叫我们家司机过来取就行。 你有孩子了？啊，对，已经都6岁了。哦，挺好的。我跟孩子的妈妈是在他2岁的时候离婚的，不过现在的小孩也是，好像是跟随着现在的时代，对这种事情都比较适应了。话说的轻松呀，怎么可能适应？一定是你又做爸爸又做妈妈，孩子才会适应的。 是你这2个角色都完成得很好。哪有时间？师姐是丁克。嗯，不是。嗯，现在算是吧。年轻的时候，我老公很忙，要忙着创业，我们也就没有顾得上。现在呢，也就习惯了。 不想再折腾，师姐，有些话不该我说的，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需要理性对待的，先弄清楚原因，或许做出的选择才不会让自己后悔。生活上面的事，远远要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，所以在做决定之前。 我觉得还是需要好好的斟酌一下。啊，还有就是，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可以找我。行啊，你俩可以啊，意外之喜，好事儿。 多久了？就9周吧。难怪了，我说呢，你俩这么好心。嗯，我看你俩没什么动静了，我以为你们俩不打算发微博了。你们俩上次不是说你们这关系在公司里面还不能公开吗？我心想说不发就不发吧，我也能理解，毕竟呢，找一工作不容易，对吧？ 我就打算呢发一个咱们的毕业照得了，结果呢经纪人跟我说你俩已经发了，我还说你俩太仗义了，得请你们吃饭呀。合着你这是怀孕了，迟早要公开啊，那跟我没关系喽。本来就是要公开的。哎，那综艺怎么样了？合同什么时候回来呀？ 这个事儿啊，桃儿，这件事儿呢，特别不好意思，出了点新状况。啥意思？他们想用公理当主嘉宾。玲玲真的已经帮你争取过了，但是。 而且也是因为我们公开的事儿，我呢被踢出项目组了啊，不管这事儿了。然后陈良呢，节目组要换导演，回家了。行吧，反正那个我特别想上那电影，宫里也在抢。 他要来这综艺呢，再去不了那电影。反正我们这行就这样，风水轮流转，端起这碗就得放在那碗，都行。那等着呗。来，皇后留步。这有什么呀？这是为我们美好生活保驾护航的催化剂，从今天起，这个程序少不了。明白，为了孩子。
不用乱点，行。我约客户，这身有点朴素吧？浓妆淡抹总相宜，美啊！走啦。嗯。哎，等会儿咋？ 多少次跌跌撞撞才学会坚强，多少次在迷茫之中寻找方向，多少次跌倒之后再站起来面对，再勇敢去闯。新的生命即将到来，我也渐渐开始接受母亲这个身份。为了迎接她，我必须更加的努力，成为她的依靠。 而他的存在也似乎让我多了一份在这世界披荆斩棘的勇气，似乎新生命的到来，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更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空。那就期待跟您的合作了，合作愉快。行，那不送了。姚薇，哟，我看着就像你，真巧，这儿都能碰着。 怎么样，最近？啊，还挺好的呀。还是那句话啊，雨果如果干的不开心，随时来中情。哼，曹总说笑了。我说真的呢，你考虑一下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们徐总把你的任抢走了，你就跑我们雨果来挖人？哎，你说安心呢？嗯。他跟你怎么比？我原来用他呀，无非就是因为他老公人脉广，权力大，现在破产了，没价值了。 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他去你们雨果也是因为许文给了他高于我这儿的工资，许文以为捡了个宝，其实人家安心现在就是要赚钱帮老公还债，车都卖了。啊，小溪啊，今天的会议要推迟一下，我要出去一下，借一下飞机集团。那你准备的公关礼盒呢？啊，准备好了。 刚才呢，母婴 APP 那边也来电话了，已经通过了。你赶紧准备对接吧。啊，那太好了。嗯，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嗯，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 真是挺拼的呀！啊！没事吧？小北，能站起来吗？小北，慢点，慢点。能吗？我不知道。 走，慢慢的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请，慢点，要紧别怕啊，我不会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忘了用就好了呀。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没事，我去医院没事，没事吧？医生说没事。
坐一下，能喝口水。谢谢。你说吧，你这个人呢也怪有意思的哦。既然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，没有必要这么拼了吧？我跟你讲啊，我来你们雨果呢，不是要跟你争什么。 我只是想把自己的那边事情做好呀，我还不会跟一个孕妇过不去。我没那意思，我是不想因为怀孕影响工作，也能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形象，不是吗？树立正面形象的前提是先要保护她的安全呀。我碰到你第一次。 未必救得了你第二次哦。确定没事了哦。谢谢啊，今天多亏有你了。是应该谢谢我。走了。哎，怎么啦？ 你回公司吗？你不是没事的呀，还要我送的？你今天的业务完成了，我还得接着跑呢。那我叫什么呀？金。 姐，我说刚买的新鲜的水果，那个这东西不仅对皮肤好啊，对孩子就肚子里的宝宝他也好。哼，谁叫你的？我妈说的，我妈说这时候就他就得吃水果。姐，谢谢。行啊，曾小成马屁拍挺到位啊。没有姐，你可别乱说，你我妈就是说得多。你这带什么呢？你还说我？你看姐。 你这新换的车还挺好的，还挺宽敞。江总送的？不是。我一直挺好奇的，哎，江总公司是做什么业务的？他那人脉资源应该挺广的哦。你这话里话外的，不就是想说我是靠我老公挖资源的？没有，我就是挺好奇。 你像他们这样的成功人士，身边面临的诱惑应该还挺多的吧？哪里没有诱惑啊？有人的地方就有诱惑啊。
你俩一直没有孩子，感情还好呀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啊，把怀孕当理工，这只是一种选择。哎呀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是挺好奇的。你说你俩还挺般配的，肯定相濡以沫嘛，也不会有什么人会破坏你们的感情啊。不是杨威啊，你这个人啊，怎么说呢，蛮有意思的哦，奇奇怪怪。我来雨果呢，是来工作，是来上班的，不是来跟谁交朋友的。今天就算是不是你是别人，该帮我也会帮的。你不感谢我，也没有必要拿话跟我怼来怼去的，是不是啊？还是你本来就情商有问题，既喜欢跟人怼来怼去的？那我直说了，说。我前两天去孕检，我看你老公了。到家了，你俩慢点啊！小叔，遥控器呢？我想看电视。看什么电视啊？你们俩先写作业。哎呀，吃完饭再写嘛。怎么开呀？你在吃什么呀？你俩想吃什么呀？小叔，我想吃麦当劳。哎呀，那不行。你们的母亲大人明令禁止了，不允许你们两个碰垃圾食品。不告诉我妈不就行了？卖萌没有用。我给你们做。哎哎，我们找不着您家在哪儿啊，师傅？行，我下来见你们一趟，好吧？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我下一趟楼啊，马上回来。给你一个任务，看好流星。保证我吃肉，把自己也看好了。OK。你好，小林，给老公打电话。是否确认打给老公？请说确定或者取消。确定，确定。将来互联网发展的方向就是元宇宙。继续。将来我们要做韭菜呢，还是要做镰刀呢？今天的学习，给你们加点酒吧。回家好好想想，大家啊，来，老七啊，新嫂子很有眼力劲儿，你这属于老来得子，这大家大业的，确实得有人传承下去。听从命运的安排吧。是啊，现在这个社会，一个孩子是少了点，最起码也得三个吧。这得慢慢来。同步就乱套了。来，你好，小林。来了，给小王打电话。在哪儿？哎，嫂子，我在家呢。江文凯呢？江总在天津啊，他还没回来呢。你给他打电话试试，让他赶紧回家。哎，赶紧回电话。哎，知道了。嫂子刚来电话，说什么事儿了吗？没说什么事儿，就说让您尽快联系她，感觉特别着急。嫂子，事儿恐怕忘不了多久了。哥，你总躲着，这也不是事儿啊。
放这儿啊！啊，石头正好。你没看外面被造成什么样啊？这俩翻天了啊！我那花里面都给他们塞一地了，我这一发包儿都挺贵的，万一给弄坏了，我心疼。这不时间紧吗？要不就搁到客厅，要不就搁到这儿，咱们不能搂着他们睡啊。哟，这俩孩子真是哈士奇转世了。<笑>他俩就是刚来，兴奋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你家什么呢？如果我们不签离婚协议的话，你名下的资产就要被估算进来。曾经我以为信任是尊重，我从来不看他的手机，不查他的电脑，我相信他，也相信自己。
我一直认为这是夫妻之间最基本的默契，但现在我认为信任是纵容，是信任给了他欺骗和背叛的勇气。回想起江宏凯那一张张照片和他为了离婚精心编造的一个个故事，一个谎言终究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弥补，而我们建造的一切信任也在这个瞬间完全坍塌。睡着了，宇宙的秩序已经恢复了。哎呦，这也太累了，这比上班累多了。这才脑到哪儿啊？听你这意思，有点知难而退了啊？那不可能。咱们俩性格温柔，也不是。起码我性格温柔，咱们闺女不能这么皮。闺女像你还行，那不能像你，必须得像我，独立坚强。出生就有自理能力。嗯，你说那是哪吒。嗯。啊，我跟你说一事儿。那事儿啊，今天我跟安心说了。安心？嗯。哦。你说什么了？你这有点多管闲事了吧？不是啊，今天不是下雨吗？我出去跑业务，不小心就摔倒了。什么摔倒了？那孩子没事吧？哎呀，不，你小声点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去医院检查过了。我去医院了还没事呢。哎呀，这不是重点。这怎么不是重点呢？那不跟你说了，孩子没事啊。好的，真是的，有孩子我就拍后腿了。不是你没事我能看出来，孩子我看不见。你没事就行，你没事孩子肯定没事，别生气啊，那去你吧。哎呀呀呀呀呀，别耍流氓，孩子在跑呢。那你继续吧。嗯，我说哪儿了？摔倒了。对对对，然后安心啊，嗯，他就出手相助了。我发现安心这人啊，平常看起来一副傲娇样，就他那富太太的秉性吧，真是让人觉得挺烦人的。但是人还不错，所以我就想着还是得把这事儿告诉他，那至少就当是报答他。嗯，你这是报答还是报复？报答呀，我看他那样子就不知道这事儿。嗯，然后呢，给人弄离婚了。好的婚姻出轨的男人该离离呀，他又不是养不活自己，趁着自己还有点姿色赶紧换。安心小雪，哎，我好害怕。不是睡了吗？害怕。怕什么呀，就在旁边。那行吧，那上床睡吧，来来来。啊，你睡中间啊，慢点，别摔了。来来来，躺下躺下躺下啊，躺好了啊，赶紧闭眼睡觉。比赛啊，看谁先睡着。假呼噜不算。赶紧睡。我怎么睡啊？我床垫给自己买的。不是你自己掏的钱吗？哎，钱没白花。嗯，哎呦，快了，嗯，这点儿了，好吧，起床了，迟到了啊！哎，你俩快起，快起，上学。嗯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起床，起床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哎，有请起床了。哪双是他的呀？这个，哎呦呦，别扔床了！哎呀，起来了，起！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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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啊！
黄黄，来来来，黄黄来。哎，慢点吃点啊。小哪儿？哎哎哎，好。先生，我想尿尿。恒星，你好了没？你弟要尿尿。没有。那你快点呢。快点！你弟快忍不住了！快点了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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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书包呢？我不知道呀。哦哦对。小叔，快点！来来来。先生，小叔。行，慢点啊，我说着。哎呀，你可能要迟到了。没事。结合工商、税务还有市场上的信息，我整理了一份文件。就财报看，江宏凯目前的财务状况不能说是好，叫非常好。制造账面亏空，想方设法要拿到我签字的离婚协议，我该怎么办？这要看你想怎么对待这份婚姻。如果不想离，那就坚持不离，你的生活层面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。但如果您觉得这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，那就正常离，您应当得到一半的财产的。但是什么？如果他有所察觉，他可能会将他的资产转移，或者是放到其他人的名下。如果他在生活中有明显的过错，比如啊，我只是比如，家庭暴力、出轨等等，这些都可以搜集成证据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知道了。可以帮我个忙吗？可以啊。你上次陈姐那个医院的名字告诉我一下，我想去问一下。我帮你想别的办法。好呀。哎，欣，你回来了？找你有事。啊，正好找你有事。宫里来不了了，抱歉。家里还有点急事，先告个假。陶瑞银的合同还在法务吧？当然。把陶瑞银合同调出来。若言，哎，节目的合同回来了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盖章了。什么节目？雨果的节目呀，还能是什么节目？那个，你俩先出去一会儿吧，聊会儿事儿。哦，好。那就是说电影彻底没戏了呗？你不是说这是你同学的项目让我力挺吗？所以电影那边我就没有拼命去争取。那行呗，那等什么呢？赶紧签呗。行。哎，等会儿，你那合同里加一条啊，导演必须得是陈良。不是一直都是他吗？
我就说你干这么长时间的经纪人就没干明白过，你知道个啥？你知道个啥？哦，导演被换了。啊，但是我们要在合同里指定导演的话，这要传出去，别人又该说咱们耍大牌了。你电影没给我接上，我现在接个综艺，我对品质有点要求还不行了是吗？行，反正呢，陈良导演在我就录，陈良导演不在我就不录。OK， 你看梁，好吧。徐总，你这可就不地道了。当时拍着胸脯跟我说功力没问题，你现在告诉我不行，你这不是坑我吗？咱们相互埋怨毫无意义。再说了，马演员不是我商务部的工作范畴。是你制片人的工作内容。你这么说可就更不地道了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宫里来不了的。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好不好？不是还有陶若妍的合同吗？陶若妍非要用程良导，这是几个意思？他什么意图？不对，这一条不会是姚薇自己加进去的吧？他是要暗箱操作。陶若妍和陈良是有热搜情缘的，很难判断不是他个人意思啊。这样吧，你把安心叫过来，咱们一起再想想办法。江宏凯一起喊过来，大不了再喝一顿。请假了，家里有事。姚薇，把姚薇叫过来，当面对质一下。我就要问问他，这恶意条款到底什么意思？也请假了，去医院了。漂亮。徐总，这雨果商务部是要黄啊！我这黄不黄不重要吧，节目不黄是当务之急。说的太对了，做人真的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这个水箱打开进水口装满需要2个小时，打开出水口需要3个小时把水放完啊。咱们同时打开进水口跟出水口，需要。谁出的题？这不浪费水吗？小叔，我爸说你当年因为学习不好才读的艺考，那年没有教改，艺考没考数学班。小叔，咱俩就别互相为难了，你放过我，我也放过你。你去看电视，我出去玩会。你给我坐下。挺会安排的，你别着急啊，马上算出来，这题很简单。好了吗？马上。哎呀，谁呀？这弟弟，我来看看弟妹。我都问过了啊，孕妇吃这个最好，来拿着。谢谢啊，姚薇不在家，你放下吧，先回。聊两句。哎，得换鞋吧？甭换了，没你鞋。是不是马上走？你走了我拖地。聊两句嘛，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了。哎。都是你跟姚薇的，你们生了多少个？这么大了，孩子已经。你什么智商啊？这是我哥孩子，帮他看两天。好，哎，你哥真是好福气啊，一儿一女。小朋友写作业呢。恒星刘静，你们俩进屋，小叔有事要谈。作业拿着啊。别溜达了，快参观一下。你快进去。工作我都交接完了。你看你这急性子，到底是年轻。坐。哼。哎。凡事啊，都会有个转机。啊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我跟上边啊已经说好了，咱们这档综艺的总导演。还是你。别了，我都想好了，你上次说的也很有道理，
我家里什么情况你也看见了，正需要人。我这要是一工作，家里不得第三次世界大战啊？嘿，学会拿糖了，这个有点小讨厌啊。这，没错，我上次说话确实是说重了，但我真是对事不对人。你哥是什么人，你还不了解吗？在艺术创作上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绝不含糊。咱们俩呢，顶多算是艺术上的碰撞。你怎么还就跟我置生气了？你，哎。当然，在这件事上，我的确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私心。你跟弟妹这事儿，我特别怕上面知道，因为你也知道我对这个项目有多看重，是不是？那上面那些人什么样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所以别给上面添麻烦了，也别给哥哥你添麻烦了。这不叫添麻烦，你知不知道我是用我职业生涯给你打的保票才把你保下来的？你说你这时候你不能不仗义，说你不干了，这节目马上开录了，没你不行。你就不怕我和姚薇之间有利益输送的嫌疑啊？谁说的？不是，不，冷静啊！谁说的？谁说的这话？谁就是跟我冯文艺的艺术作品过不去。